我们来一个久违的情侣之旅。快，如果在一起的时候问你喜欢我什么，你说什么？女生们，你们能接受这答案吗？情侣哦，努力奋斗。好，我是小织女杨文文。提醒您，本片偶有放闪画面，如有不适，请自备好墨镜再观赏。今天呢，踏入了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的领域，那就是我们搭飞机到无量空处。咦，他们已经知道你有多中二了。好呀。今天来到的是马祖，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特别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这样踏进来，完全不做功课，我就是买了机票，然后就拎着猫线来这边。我们来一个久违的情侣之旅。哦。因为我们很久没有两个人自己出去玩了。好像是。是，如果情侣呢来马祖，究竟会玩得多么的 boring？ 那有拍的必要吗？谁想要看你无聊啊？试试看哦。OK。Let's go。哦。已经买好船票了，往北干或莒光。你知道马祖总共是哪几个地区吗？有五个。南干、北干、东引、东西莒。而且你刚我们的下飞机有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语言。就方言。像比较小出国。他们要讲你坏话，你也听不懂。可恶！哪一个讲的坏话？他讲骗人吗？船老大二管，我刚刚跟猫星人下船之后呢，我还想说要去租机车，然后呢这里的人都太好啊，然后他就说你们住船老大，你们不用租啊，你们民宿就有机车了，你去找前面那个拿麦克风的，他是你们的民宿呢。好开心啊。会诶，他给我们两张单人床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老板给我两张单人床？我跟猫星人多不像情侣，我先问你。船老大二馆蛮新的哎、欸，蛮新的。先讲没有业配哦，没有业配。冬天的马祖风有多大？你们自己看那个衣服，热情啊！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东莒灯塔的路上，的路上对。其实后面的风景都让我蛮哇的，这是我们很少看过的景象吧？对。哦，我们现在在东莒啊，它有两大座渔村，难怪我刚看它的建筑物，这个真的跟我脑袋跟我幻想真的都不太一样。然后因为这里一定是四面环海嘛，不用讲，这里就是一个岛。岛的定义就是四面环海啊。那三面环海是什么？三面环海是洞穴，是半岛。只能说哈，冬天的马祖有一定的冷度。情侣来这种岛啊，其实我们不一定真的要玩什么。就是两个人的世界，就是走走散心，能不能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好的花个两三天的时间相处？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讲，应该是不难啊，轻而易举。好，我们还是要假装有点挑战。OK， 好吧。所以现在要来吵架，是不是？你来自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有朋友就来这玩啦。不是，为什么你要突然就是讲话要那么标准？好人设。谁说出来旅游一定要都是蓝天白云？我觉得不要下雨就很好了，这样子的美也值得我们去欣赏。哦天哪，我好会讲废话 ！Oh my god， 我好棒哦！这个感觉看起来像是监视哨，尽力的让我们看到就是当年的那个样子。就是不要忘记战争这件事情。我知道情侣来旅游要怎么样比较不无聊了，冒星人。怎么样不无聊？带Switch来啊！还有就是手机网络要很好。不是，我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。你在取笑我吗？你才是个好笑的人呢。如果在一起的时候问你喜欢我什么，你说什么？好笑。女生们，你们能接受这答案吗？第一年热恋哦，你家全家都好笑哎。如果我全家都有这种天分就好了。好像也不错。那我让你觉得出来玩不会让你觉得哦，跟我出来很无聊，原因是什么？哦，对呀，啊，你很好笑啊，好笑啊。你前几天都跟我讲，就是讯息里面乱讲话，讲说什么你们改玩德州屁股，到底在玩什么东西？大过年玩什么德州屁股？哦，后面还有一只。小鸭，好小哦，好可爱哦，而且终于是不同颜色了。发现呢，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亲自走进来，
你刚刚那样骑车经过，你可能不是那么清楚要来干嘛，可是一定要当地这样走来，踏到这块土地，亲眼这么近距离的看到，很有味道哎。我是一个不太有美感，我对美的事情比较没有这么敏感，可是我觉得好处是在我眼中看出去的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很疗愈，我都觉得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很感动。傻眼吧，是个很好满足的孩子。我还有吃了晚餐，吃了早餐，可能就是两个人旅游的好处吧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是西莒，这边好像更小了一点。 OK， 出发。噔噔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东莒，好像是2022年才开的那个 Seven。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，好可爱哟，而且都虎斑耶。我跟你们讲，不要介绍什么了，我们现在光看猫就好了。 Hello， 我最喜欢圆圆的猫咪。他刚才咬他的对对对对，这些民宿也太赞了吧，直接这样子面海耶，那天气好的时候不就疯掉了。是啊，哇，马祖的房间其实很新耶。最后决定不租机车，来个徒步环岛。哇哦，冰球举网咖。我们查啦，网友说就是一样很好吃的美食都在我们的西丘村，那我们现在也到了西丘村，那我就要来吃那个网友说的鸡排饭，它叫做雅雅，真的会超神秘的，因为我们刚刚就以为它一楼是文具行，可是呢又有网友说在二楼，于是呢我刚刚大胆走了进来，还真的在二楼。70块的蛋炒饭，如果你们现在刚好听到那个底音有一些声音的话，是因为刚好今天岛上阿明哥放假这样。他又炸一个这个给我，肉鱿鱼，太甜心了吧，然后为什么下面水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继续决定用徒步的方式，因为就顺便当运动。在盖这个盖章，为了拿奖品，这个好像盖得很漂亮哦。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，因为它逼迫我们一定要去一些景点，而不会懒得去，然后可以发现一些东西，这样蛮不错的。其实蛮适合这样两个人，因为两个人来就是已经比较就悠悠哉哉的走走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岛上，就是行政中心啊，举光的行政中心，有乡公所、卫生所，哎、欸，那就是我们的民宿哎、欸，对啊，山海一家。我们好废哦，我们每天吃完晚餐然后就回饭店躺着。都在做自己的事，看电视、打电动，我处理一下工作。那你会觉得无聊吗？不会。你会很吵吗？没有，什么时候都很吵啊。晒啊！我只能说，身为客家音呐、啊，早上起来就要喝馄饨汤，超爽的小 case。你在等我说话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嗨，他那个我是猫。超难剪的，我是应该说放松。我觉得蛮放松的。蛮放松的。对啊，它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啊，一群人就是很嗨那种，就是可以悠闲自在。嗯，但有点冷。对啦，有点冷。